新竹县新埔保存移民庙创办的移民总号举行73周年的校庆，今日学校就当当派的学生的代表协同移民庙来拜移民爷。韩国学校方面没邀请的文史工作者，用较轻松的方式来讲出移民爷的历史。本夜到后场的韩国先生大鹏也拜机会来认识客家信仰文化。移民总学董事长潘平英带领新上任班级学生代表现身上香来拜移民爷。高峰讲，73年前移民总学该当时的土壤人种六十重高，民国42年，老学校赛到了下个新竹人，就北市个高起过后，两年二百个高庆，都会带全校师生去移民庙参拜。不过今年因为考试，无奈何失败，班级学生代表参加。他们因为小组啊，要团考啊。所以學生咯，來全校人員來試者啦，驚佢影響到小組嘅考試，所以我是派兩班嘅學生咯來代表來參拜移民爺。今年校慶雖然是派班級學生代表，不過為咗本師生認識移民爺嘅歷史，校方咪安排文史工作者來討論解說，希望移民爺保衞家長嘅精神，做啲本學生咯。就能把为社会付出贡献的观念。移民庙是我们的通称，其实在官方在政府单位，它并不称它叫移民庙，它称它叫做什么？或者徐兄，徐兄，包中平，答对。因为有他们的壮烈牺牲，所以才有了移民庙的成立。那我现在就读的移民高中，也是由移民庙协助创立的。那我现在会珍惜学校给我的一切资源，然后记住老师的教诲，为我的未来尽最大的努力。努力学习，提升自己的知识与能力，将来回馈于社会及母校。移民总学创办73年来，逐年毕业嘅学生呢，有32,000人全台湾都有。昨天讲起人才前途，学校咪鼓励移民嘅子弟记住，就进入行业社会过后，希望昨天继续传承移民家嘅精神。客家新闻，温温鸟，新竹报道。